秀出魔力，百变发型，就在魔发秀。天气一天天的升温了，大家也开始计划要出去外面走一走了。今天的魔发达人呢，就要教大家一款又可爱又甜美的公主风韩发。大家好，我是胡瑶，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适合春游外出活动的公主编发。在我们平时呢，头发刚洗完还有点湿湿的情况下，千万千万不能用像卷发棒啊、直发夹呀这些有加温的美发工具，所以我们要先把头发吹得干干的。跟所有的发型一样，这个发型也要先把头发拉直做打底。好，基本上头发已经整理好了。现在呢，把上半部头发从耳上的头发把它分到后面去，另外一边也一样，在后面扎一个小辫，把上面的头发整理一下，因为这一次我们这个小辫不拆开，所以要整理得好一点。好，我现在转过去给大家演示后面的过程。在小辫的中间呢，掏一个洞，调整一下松紧度，把剩下的头发从上向下扭转一下，掏过来。好，剩下的头发呢，我们稍微整理一下，把它梳顺。通顺之后，把剩下的头发连同上面小辫的尾巴一块儿分成三股，然后就是最简单的三股辫。但是记住，一定要把三股辫编得很整齐。好，差不多够长度了之后转过来编，这样会能编得比较紧。用小皮筋固定，然后也把发尾收成一个小圈圈，这样比较好在过后的时候固定。好，关键的地方就要来了，这个已经编好了的三股辫呢，向上扭转，通过上面这一个刚刚小辫扭转的那个孔塞进去，调整一下松紧，用小黑夹固定。好，再整理一下凌乱的发梢。好，现在这个发型已经基本上完成了，就在刚才的打结处再加一个漂亮的小蝴蝶结。把这个夹子呢夹在刚才穿过发辫的地方，好，调整一下，可以了，完成了。